我们巴黎巴黎起风头，守护巴黎巴黎的背后，有你们这神秘的队友，只要他不是你的对手。偶像男团 SPECIAL 成员韦静退伍后回归演艺工作，日前脸书粉丝专页名称正式改为全名黄韦静，随后他也发文表示自己已经从可米经纪公司毕业，感谢过去公司的照顾栽培以及 SPECIAL 成员带给他的陪伴与成长，宣告未来是另一个开始。几位昔日并肩奋战的成员也留言送上祝福，黄韦静发文并附上在海滩上写下 SPECIAL 字样的照片，正式告别过去的团体身份，展开演艺事业全新篇章。为你勇敢，为你变得强悍，为你学会承担，陪你把未来走完，单双轨从此变得勇敢，路途很长我不投降，让我把错过然而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，在团体当中也担任主唱的黄韦静，歌唱实力深厚的他也在个人社群发出不少自弹自唱的影片 cover 其他歌手的作品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你就可以利用我的舍不得，反复把我伤得透彻？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我就该对你无止境的宽赦，任你把感情变成负荷？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？许多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往后，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理由。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。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，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。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，你现在好吗？你微笑点头。想要听你说快乐大过忧愁，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。一瞬间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。一首又一首的唱着，实力歌声不容小觑，也不禁让粉丝期待未来黄韦静能推出个人音乐作品啦。完全了，王建堂报道。